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王牌旅行播报，我是今天的播报员华晨宇，即将给各位带来的是湖北省的秋游指南。首先，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武当山是国家四 A 级景区，有太极湖、太极湖新区、玉虚宫、太子坡、紫霄宫、南岩宫、五龙宫、金顶八大景区，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、天下第一仙山。秋冬季节是武当山最佳观赏期，人流量将持续上升。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山区气候多变，注意出行保暖。接着是位于湖北省西部的神农架，素有华中屋脊美誉，也被称之为华中绿肺、天然氧吧、物种基因库。神农架在九月底至十一月底是最佳观赏期，这个时间内人流量会持续上升，请大家做好出行规划，合理安排出行时间。来到湖北也少不了来一碗热干面，只需等待一两分钟，再拌上香喷喷的芝麻酱、香油、醋、辣椒、葱等即可食用。随着气温逐渐降低，一碗香喷喷的热干面向你发出了邀请，美味程度超十级，一定要记得品尝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旅行，今天的王牌旅行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旅行瞬间记得收看王牌对王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